主持人应该要出来，对，因为刚刚那时候，那我以为刚刚有一个自串的时间，但是音乐就直接放，但是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跟大家互动，来聊天，对，对。主持人的麦克风好像也没有声音。OK 的，我麦克风 OK 的。他刚刚问我说有感受到成都朋友的热情吗？有，我每次来成都都很兴奋，然后觉得大家真的都很活泼、很热情，然后所以我也愈发上的很淡定。对，因为今天天气非常冷，但是大家2点钟不到就早早的等在了剧院外面，真的很辛苦，然后能。待会去吃个火锅吧。行。那这样，我们请宗伟稍作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宗伟还有更精彩的演绎，还有互动，跟大家一起玩，好吗？好。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